这个东西呢一直不对，开始的时候是对的，我刚买的不久以后啊，它一直是保持的现在的时间，2017年，今天是2017年7月24号，7月24号或者25号，这那个表从好多天前开始就没对了，今天是25号，Tuesday morning，你看这个。这个钟以前是对的，我还用过好多次。当录像的时候还用过好多次，那个时候时间是和现在的时间是一样一致的。后来我怎么调都调不过来，试了几次没有把它调成，它整个遥控就给我变掉了。他妈的混蛋，这帮！它本来是正确的时间，是现实的时间，current time，是当地的现在的时间，然后这个也没对，我把这个好多次转过去，它这个怎么就没对？跟我调整的不一样，他妈的！这些电，我跟你说，所有的都可以被遥控的，这些电子设备都会，通电的都可能被遥控的。有的时候跟前后不一致，本来像这个时间的问题就是不一致。2017年7月25号早上。